尽量早点成功，不让你等太久。我是那意思吗？我不如聊天。嗯，周六上午10:30来接我啊。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我。我先去209，你快点啊！哎，拿来了。哎，张姐，东西放车上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张姐，哎，这儿我来收尾，你先去209吧。啊，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嗯。怎么样了，孙总监？您怎么上来了？楼下旅行团还剩3个没 check in， 你这儿还需要多久？马上就好了，还剩一家209，张姐他们三个人一块干，15分钟就能叫。那就好。前台，前台，22楼的房间，15分钟之后可以 check in 啊。前台收到，前台收到。哎呀，今天这关算是过去了，还有明天呢。明天还有2个旅行团，你们能干得过来？没问题。我跟大姐们都打好招呼了，我跟他们一块干，既要保质又要保量，您放心吧。那就好。领班亲自上手干呀？正常，总不能大家都忙着，我在旁边看着吧。您这不是也把客房经理的活干了吗？也是。Concierge service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的行李到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祝您入住愉快。嗯，好。照你这么个干法，是奔着客房部经理去啊？您别笑话我了，要是收拾几个房间就能当经理，这活也太好干了。孙总监，哎。Concierge service， 菲利普最近情绪怎么样啊？正正哥，菲利普，他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看这些天送行李的都是托马斯跟 Jason， 他连大堂的门都不进，就在门口站着，也不嫌吹的我。其实，李碧渊没转正这事儿，对他打击挺大的。我们也想劝劝他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只能让他自己慢慢消化。行啊，自己想想也挺好，让他脑子清醒清醒。嗯。他真该学学 Jason。人家都失恋了，不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呀？那不是在您面前吗？回了家，也挺愁人。回来了。嗯。
什么味儿啊？什么味儿？没什么味儿啊。哎，不是我啊，我刚洗完澡，我香着呢。你不潮气？潮气里还透着一股腥味儿。腥气里还透着一股腌酸菜的味儿。你鼻子臭了吧？你中午跟女神吃螺蛳粉去了？破案了！我怎么在这儿呢？你的鞋？不可能！你自己闻啊！很臭吗？我怎么没有闻见？我是新买的鞋。你鼻子瞎呀？这么臭你闻不着？你是失恋了又不是失足了，这鞋该刷还得刷。哎，我发现你张光正怎么最近有点矫情啊？找着媳妇了不起啊？你开始嫌弃你师傅了？我跟你说鞋的事儿呢，跟我找不找媳妇有啥关系？你说鞋的事儿跟我失不失恋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想跟你吵，你赶紧把鞋刷了。不刷，刚买的鞋我刷什么刷啊？不刷是吧？不刷怎么着？行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别给我扔了好几百刚买的。哎呀，我不扔，我给你换个地儿搁。臭死！你哪家店买的假鞋？你赶紧给个差评。孙子！干嘛呀？看你发疯！跟女神午饭不顺溜，让人修理了。不是，那是女神要修理别人，你没拦住。不是，我自己的问题。他一朋友婚礼，我不想去，把他弄得挺不高兴，哄了半天也没哄回来。婚礼？他朋友的婚礼你干嘛不去？他的那些朋友，那不是在天上飞的，就是在 T 台上走的。我一个给人开门送行李的，我去不是给他丢人吗？张国正，我提醒你啊，你这话可是扫倒一屋人。就你升职这事儿黄了之后吧，我觉得那小郑没什么变化呀，约你还约的比以前勤了，隔三差五来这儿找你，人就是用行动在告诉你，人要真嫌弃你是一门童，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，这你都不懂？哎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就是觉得有人跟我在一块儿挺吃亏的，人家以前进出的都是高级餐厅。现在跟我出去吃饭，不是拉面馆就是麻辣烫，本来胃就不好，还偏要吃。我也知道他做这些都是为了迁就我，那我也想让他过得更好、更幸福，对不对？他越表现的不在乎，我就越觉得我自己特卑微。行行行行行，打住打住啊，孙子，你追人家那会儿怎么没觉得自己卑微啊？你现在追到手了，啊，开始面壁思过了。我这会儿再给你铺个音乐，煽个情，你是不是打算哭一鼻子？哎呀，行了啊，不就是没给人女神面子，让人不高兴了吗？有问题解决问题，别想那有的没的，也别拿别人的鞋撒气儿。那你说咋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哄呗，自己作的业自己偿。那顿顿高级餐厅咱可能吃不起。这快过年了，你送个小礼物总行吧？没必要，
他说过他不喜欢过节，也不要礼物，他就不喜欢什么仪式感，虚头巴脑的。人说不要你就不送，你得让他跟柳阿姨知道你是有能力、有意识让他过好的。所以跟他在一起的这第一个年，你就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家，你得表示，这叫礼儿。你哪怕给人送个手链什么的呢？你让送点别的吧。啊，你说送啥好呢？哎，你自个儿想吧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。师傅，有主意了？那个，你能细心想吗？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，张光正，我天天都洗脚，这不是我脚的问题。是是，那可能是骨头丑。行了，话不跟这儿虚你了啊！我穿上我那鞋，我出去凶别人去。哎，金一头！哎，嗨！哎，我一朋友。哎，您忙您忙，谢谢啊。好嘞，儿子回家。妈妈，我还想玩。嘿，巧啊 ，Jason， 哦，不在酒店，是不是叫你英文名不太合适啊？哎，没事儿，你想叫什么都行。你来这儿找我呀？不是，我约了中介来这边看房子的。哦，来这儿看房啊？是，有人说想让我找个离他近点的，哎，没想到就找到你们这儿了。说是在3号楼碰面。嗨，这小区我熟，你晕菜了吧？是啊，好多老楼啊，导航都导不明白。我带你去吧。太好了，不跟你客气了。这叫事儿吗？走。把导航关了吧，我给你导着呢。也是，我看你有点累啊。嗯，我这两天休息，到处看房子，跑的腿都快断了，想赶在过年回家前把房子定下来。啊，我说你怎么微信步数总是第一呢？我还以为你把那手机直接往狗身上了。是啊，是该找房了。那常住的话，租个房怎么着比住酒店划算？对啊，而且总觉得住酒店不太舒服。不是，我听这意思是嫌弃我们酒店了？不是，啊，酒店再好也不是自己家，没人味儿。虽然租房子住，严格上说也不算是自己家，但就觉得飞回来，好歹有个自己的窝吧。这房子啊，2室1厅，户型周正，还有之前住户留下的沙发和柜子，空间利用率高。房子是老了点，但小区绿化很好，啊，还有小花园和健身角，小区管理啊也很规范。这阳光是挺不错的哈。哎，嗯，就是家具少了点儿。想要拎包入住的话，好像难度有点大吧？房主觉得他买的家具啊不一定符合租户的眼光，所以啊就没准备。反正您自己住嘛，女孩的东西都是越住越多，您先住进来，东西再慢慢添嘛。这套房子啊，在您的预算里面，性价比真的是不错的。也是哈，那这么一看，好像倒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这个，哎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是西晒啊，这老楼的，它墙体薄，隔热什么情况你应该知道啊。但是你要是
考虑这个房租低一点，那倒是可以。哎，就是嘛，价格在这儿。来，你把门关上。你闭上眼睛，好好听听啊。楼上注意熊孩子，这老楼隔音就这样，没辙啊。但是关键是我刚才这几个屋撒摸了一圈，你那卧室底下正好挨着一垃圾站，这扔垃圾的、分垃圾的、叮咣五四的，你回来没法补觉，你想想。是啊，那这房子还真不合适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几处备选的房子，房源信息我发到你手机上，您先看，有合适的明天再约我。明天我可不行。你明天要飞啊？嗯。那这样，哥们儿，啊，你留我一微信。哎，你回头啊发我手机上，明儿我给你看去。那到时候你把看中的房源，你发给我一下，我和你一块儿挑。你快歇着吧啊！就你这挑房的眼光，胡选八选的，我要听你的还得白跑。哎，那我不管了啊。得管。管出钱就行。我不回去。人家过年回家图个团圆，我图个啥？不成我爸再把我训一顿。哎呀，你不管他，该回来就回来。他就是那个驴脾气嘛，你越不回来，他不是越生气。再说了，他是你爸，你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他吧？行了吧，我知道了。咱们这真的忙得很，来住酒店的都是拖家带口的，但是年夜饭没进来也就订满了，一会儿正用人呢，肯定回不去。那过了假期呢，你能不能跟你们领导请个假，就回来一趟吧？哎妈，不是放假的时候请四假回去，这一来一回得个三五天，不光全勤奖没有了，绩效奖金估计也得扣，划不来嘛。要不等开春两个闲个时间回去。啊，那好吧，妈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就这。你给啥？我刚给你赚了点钱了，你过年想吃啥就买点啥，记得收一下啊。哎呀，俺没有钱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就过年了，你跟同事们一块儿出去吃点好。一定要按时吃饭啊，不要跟你爸一样得了胃病就后悔就晚了。你不用操心了，我肯定能把自己照顾好啊。那都这样，我先挂了啊。嗯，刚和谁打电话呢？我妈。你真不回去了？过了三十票就不紧张了，要不然你抽空回去一趟，哪怕照个面呢，正好缓解一下和白白的关系。我就是为了缓解关系才不回去。你也别光说你爸，你还真挺随他的，一样倔。哎，哪是过年啊，就是过关。行了，等他过去了，过去就好了。好啥？你明年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？明年还这样？不知道。还没选出来啊，要不我直接把我这代购朋友的微信推给你，你回去啊慢慢挑吧。
别，我不太懂这个，我怕我挑半天挑花眼了，最后挑个最土的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怎么样啊？这个是不是今年特别流行？嗯，是，挺万大街的，出门特别容易撞款。哎，那这个呢？嗯，劳心劳神的中年妇女啊，特别喜欢买这个。你送你妈啊？我看看，这个怎么样？哎，我看看。不过这个没有现货，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。你急不急啊？哦，那不行，我来看看。哎，你就别看看了。你就告诉我要送给谁，想要什么类型的，我们两个呀，给你推荐推荐。嗯，我送我女朋友？早说呀！那你女朋友喜欢什么风格的包？哎呀，她太多包了，什么样的都有。那这么说吧，你女朋友平时的穿衣打扮是什么风格的？或者是说她的长相气质是什么路线的？天心，行，那就好办了，你就只有一个选择了。不过我那朋友那儿不代购这个牌子。什么牌子？先生，您好。您好。这款包已经被人预定了，暂时没有余货。您想要的话，我帮您安排调货。那得等多长时间呀？这款的话大概要两三个月吧。这么长时间，那来不及了。先生，您是要送人礼物吗？啊，送女朋友。这样啊，那我给您推荐几款。好。这款可肩背可手提，经典百搭，配西装和礼服都很好看的。啊，还有吗？这款是今年的爆款，特别难定，网上的人呀都管这个颜色叫仙女色。啊，您要是喜欢，今天就可以带走。仙女色好，仙女色好，这肯定适合她。这包多少钱呀？13万8千。啊，这。这包不经脏吧？那您的预算是多少？我帮您推荐一下。嗯，这款要85000块，因为 size 比较小。是入门款。还有这款，造型跟经典款非常像，但是价格要便宜不少，只要20000块多一点。这包不是皮包啊，这是帆布包，质感非常好的，您摸摸看看。嗯，您摸一下。啊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就是那种就是更简易一点的包？您要不要试试钱家？钱家呢，比较简易。啊，那钱家大概多少钱啊？长款的在10000块左右，短款的在6000块左右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我再想一想。哦，我到了，回头那个我跟人吃个饭，买点东西回去了啊。晚上张师傅别忘接我啊。
啊，好嘞，哎哎，我说你们家呀，啥都好，要啥有啥，就是太远，我这来回得打个飞机来。啊，这包可以啊，我来来来一个。哎，好。这红怎么不正呢？怎么？先生，这是我们今年最流行的西瓜红，比较洋气。妈呀，洋气西瓜红，柿子红，行，来一个吧。哎，不到你家这店吧，哪淘的这些红？你知道吗？又西瓜红啊，柿子红啊，樱桃红的。哎，那个围脖到没到？啊，您说的是丝巾吧，先生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刚到了好多新货，您需要几条？新货呀，那不得来个四五条啊？那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，这玩意儿送礼高使了。哎，你挑那个艳的啊，啊，越艳越好，就上面一定有那大马那 logo， 你知道吗？好的，我知道。哎，这啥呀？烟缸啊？这是置物盘，能不能当烟缸使啊？当然当然，不过我们有专门的烟灰缸，你需要看一下吗？不用看了，就它吧。哎，好好，我看看啊，还有啥玩意儿？围脖、包、烟灰缸，齐了，结账吧。好嘞。那包卖不？那灰的。卖，那包卖。包。哎，好嘞，先生，您先坐。哎呀，挺好，这张机票没白买。哎，下次我再来还找你啊，刘。哎，好。我发现找你买东西啊，特别痛快，你知道吗？您开心就好。哎，开心开心。回头到我们家，我请你吃饭。哎，好。别回头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啊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。哎，对了，这牌子叫啥来着？大马吗？大马，对对对对对，大马。您慢走，先生。先生，先生，您想好了吗？您的预算是多少？我预算差不多两三千左右吧。您要不去别的牌子看看？这个牌子就没有了吗？有，这个牌子也有两三千的包。哪个？这款凯迦2200，在您的预算内吧？这么一点儿，能装什么呀？能装您的公交卡呀。你说那地儿太偏了，我觉得没有看的必要。哎，你那什么呀，你就听我的啊，你就机场高速附近，哎，那沿线你给我找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发我的第三套我也看过了，我觉得性价比一般。不是，咱们找这房子啊，你说也不能太不在乎钱，是不是？是，你不能说我往三环走。懂事了，徒儿，以后是不是我的鞋你都包圆了？做梦！上回刚开导过你，怎么没完没了了呢？我给永恩买了个包，帆布的，气味，我怕还没送给人家呢，先熏臭。你待会儿也把脚洗洗啊。一个帆布包至于吗你？两万多呢，大马牌的。多少？我说呢，刚才一道橙色闪电从我眼前闪过。哎，我就跟你说，买一小礼物两三千块钱就能搞定的，你这使哪门的驴劲儿啊？两三千块钱只够买个卡夹子。
除非里边赠一张黑卡，不然哪好意思松得出手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不是，所以你花2万多去买一帆布包。哎，你这是装大爷呢还是装孙子呀？啊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攒的呀，本来想着明年正经出去找个房子，我自己搬出去住，这样也能偶尔请有恩来家坐坐。结果今天被人一刺激，就把钱都用了。行行行，买回来看看就行了啊！赶紧的，明天哪儿买的送哪儿去，把钱退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师傅，前天我在网上看见一句话，说奇迹不需要证据，但事实需要证据。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好，就像专门说给我听的一样。你看我跟有恩认识的时候，那简直就是奇迹，这不需要证据。但现在我和有恩在一起了，那这是事实，我得有对他好的证据。他光指着不花钱的甜言蜜语，照我妈的话讲，那就是满嘴跑火车的小白脸。你赶紧刷，一会儿我使那盆好好泡泡脚。好。睡醒了？没有啊，不是被你叫起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待一会儿就走，你接着睡。柳阿姨不在啊？不在，最近不跳舞了，有了新爱好，打麻将。挺好的，锻炼智商，将来能跟我妈玩到一块儿去。送你的。张光正，你疯了吧？不过了。我圣诞节和新年都没给你准备礼物，就想着给你补一个。喜不喜欢？好看。帆布的怎么了？帆布的也是大码牌的呀。你喜欢就好。明天你有活动吗？正好背上。对啊，明天刚好背上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第一次收别人送我的包，原来都是我自己买的。最开始就为了赌一口气。工作那么辛苦，挣的钱都存在银行里，看不见也摸不着，有什么意思啊？还不如买个包放在床头，每天醒了拜一拜。以后我努力挣钱，给你买全皮的。别，以后别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了。我这人从小到大就特别肤浅，没什么高层次的追求，认真工作，潇洒买包就是我的人生格言。你连我这点奔头都给我剥夺了。我以后上班该没有斗志，好看吗？哎呀，太好看了！你明天在婚礼现场肯定比新娘子还好看。我又不把包顶头上。这么好看，你还不跟我一块儿去啊？多给你长脸啊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你赶紧睡觉。哎，你回来。我不逼你了，还不行吗？
不是你这不是在倒时差吗？听话，赶紧睡觉，晚安。谢谢你啊，躺了两个半小时了，你这是第一次动的。我这是躺着吗？我这是在赚钱。赚来了吗？别着急啊，让钱先飞一会儿。哎，你说正正哥怎么想的？花2万多买一包，还是个布的。这恋爱才刚开始谈呢，就快破产了。图什么呀？是不是很搞笑啊？在你眼里，别人做什么都可笑，就你天天躺床上看手机不可笑。我就在你眼里可笑。我是说，礼物该送还是得送，就是他这调起的太高，起步价就2万多。这以后过生日、过纪念日、情人节，他得送多少啊？那也是正正哥自己的事儿，只要他乐意，没什么不可以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那些名牌包那么贵，说到底它就是一装东西的兜，即使对方喜欢，为了一兜拼死拼活大半年，值吗？不是为了一个兜拼，是为了喜欢的人拼。我觉得值啊。得了吧，拿出所有积蓄，拼尽全力，为了给女孩一个惊喜，她是拼出血来了。可对于人郑永恩来说，无非是柜子里多了一个包，还有可能是最便宜的那个。你说说，干这种事情有什么意义呢？竭尽全力对一个人好，我觉得有意义。我相信是有意义。那你过年回家，我是不是该给你送个礼物啊？不用啊。真不用？真不用。哦。哦，什么？洗完澡回去了。哦。奶奶，好看吧？嗯，不错。你别说，张光正这审美终于靠谱一回，比他送我礼物还感人。哎，还真是的，老早嘛土得迷眼睛，现在还真的是不一样。奶奶，商量个事情吧，这个包嘛，你背两天，借妈妈背两天，好吧？我有那么多包呢，你随便挑，这个不行。哎呦，同老早不太一样了，是不是因为谈恋爱的缘故啊？比老早小气了，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你说对了，就给。哎呀，我这个人最不爱欠人人情了，他送我一个包里还他一个，一来一去就扯平了。你也准备给他买个包啊？你说他买个这么贵的包，他买个便宜点的多好啊！这样剩下的钱就可以买身西装，就可以陪我去参加婚礼了。
哦，不对不对，你这个讲法不对。小张呢，不舍得给自己花钱，舍得给你花，他对你好，愿意买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这就是一种表示。我根本不需要他表示，我也知道他对我好。我是觉得他买这么贵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，把自己搞得那么拮据。搞囡囡，这个嘛，你就不懂了。他住的条件那么差，肯定偷偷的攒了很多的钞票。这一点呢，你不用替他担心。现在呢，他同你好了，也晓得上进了，将来肯定能升上去的。你妈也要说说他，叫他想办法快点升上去。我不说他，他都压力山大呢。我再说他，他再给我弄一包回来。你也不准说他啊。Sound goes down, darkness comes. I follow your heart to embrace cold night. Everyone has a best. It's time to let it go. Oh, don't look back. In a sea